早这么说不就对了？如果你明天还没解决好的话，而你又被人绑到我家外，那时候我不一定能够帮得了你。你可以走了，记得你的承诺。什么人啊，莫名其妙。妈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打了你那么多电话都不接啊？快点来医院，找你有事。啊！乔儿，妈帮你谋了一个好亲事，你就知足吧。能被楚家大少爷看上，是你修来的福分啊。妈，你不和我商量就随便将我嫁了出去，我怎么能和一个根本就不认识的人结婚呢？我不管。我也不管。你敢？你迟早就要嫁人的，反正要嫁人，找个有钱的人家嫁了不好吗？可是我……可是什么可是？早点嫁人，帮家里还债，不可以吗？你弟弟现在是植物人，看病治病，欠了好多债，难道不需要还吗？你怎么光想着你自己啊？可是我毕竟是你的女儿啊，你这样对我，你有这个权利吗？